yo lo hago, anda la voz, y luego salimos, la luz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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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 luz,人生苦衷啊，贫爱心善念也都一生加一把，才能呢有健康的身体，可以呢力量啊开阔去帮助人。所以啊，方便法啦，也是真实法。人若无健康啦，如何让他去帮助人呢？所以人呐，成佛之道是道道方便法，但是方便法、法法都是真实法，只是呢，应众生的根基所需要，我们即使呢解开他的困难，他的困难被解开了，心存感恩呐，他就能认识法啊，感恩呐，人人呐，邻帮邻呐，村帮村呐，现在呢，就这样的观念。一村帮助一村去啦，所以富有爱心，那就是人人心均富，富一为心，那就是善良。那有的村民呐、啊，还有不好的习惯，尽管已经富裕他的一把米啦。捐一把米，大家可以做得到，改变掉了喝酒、槟榔、赌博的习惯，有一点困难。但是呢，慈济人锲而不舍，他还是时常把我的相片也请出去了。说证严法师说的啊，把相片带起来敬师意，跟他们交的要发给他的米袋里印上缅甸文敬师意，那还要教他们了解慈济的精神。所以哦，缅甸的慈济人啊，实在是很不容易哦。所以这样的翻转呐、啊，乌丁普还有乌善丁，他们呐、啊，都是呢，一个影响一个啦，我上集讲的就是乌丁屯，那都会绕啦绕在禅的边啊，一直呢念静思语，不洒农药，它的田周围的哦都有虫，它的没有虫，而且。他的稻穗啊，长得比别人好，所以认真耕耘，改变自己的习惯，他也盖起了自己的这红转屋办茶会，
说就这样的，把这样的爱呢，就落地呀、啊，开始巧遇，影响了不少人哦。看到了领众，他也被感动，也被改变了啦。嗯啊，这些会有罗勒啊，那都会把嗯啊呢加掉去。他也会学习咯，天天跟罗勒啦讲好话啦。有嘞，罗布勒常常罗勒啥，罗勒罗勒帮罗多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善。法可以感化一切众生，善法要入心，入心要虔诚的信念，心心念念，那很自然呐、啊，就是有福，福福气啦，有了福气啦。做什么呢？都会很顺畅，所以一这片地啦，福人积福地啦，福人呢经善缠呐，所以哈、哦，福人福地啦，福缠呐，总是呢在这样的一念三心，是累积哦。十多年呐、啊，从这一次持戒，他的感恩，慢慢的呢，启发他的善念，他相信，看到这样，我就觉得好有希望哦，这就是人生，人生呢，不善种子。只要咱人人肯做人间呐菩萨的农夫，经人间的福田，人人心中都一片禅，咱也是愿意，愿意把人间呐人心的一片禅，把下一个善的种子，带动人人都有善念。你想，人人也要祝福，这一片大地呢，不都是呢平安大地吗？不都是呢，都是四大调和吗？现在气候变迁，我自己很感慨，力量不够啦。好渺小啦，所以我就在西京啊，那个西京的下面给搭一只小蚂蚁，希望呢在这听话的人啊，也可以如这一只小蚂蚁向着上，以时间竞争，因为呢我时常把一架小蚂蚁就是警惕自己，因缘有限量啊，时间一直过去不留给我，所以还有多长时间去影响人呢？已经所剩不多，不断呼吁人人是我，人人的我，就要去影响人人的他，人人的他呢，也会跟你一样，那跟你一样呢，也跟我一样，就是都跟我一样的人，那就可以呢，脚步会更多更快，力量拉拔的力量呢
会更有力。看看那慈青拿着那样的塑胶桶，就是开始在服役。这一个船，一个是多么有希望、有力量啊！太重视了，期待大地平安呐、啊，那天下能太平，那能祥和，人人之间呢都能安乐幸福。平安快乐的生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